有請偉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可以問下我哋現場嘅粉絲打聲招呼先啦。多謝你們，多謝你們。亦都多謝東港城咁多位朋友，哇，好，仲密過頭先好多。係啊，又多人咗啦，因為你哋唱歌。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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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係劉威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劉威王咧，其實都有參加過其他嘅歌唱比賽入行啦，而最重點咧就係佢好識得同 fans 咧有一個交流，我覺得你好犀利。有一個 Facebook Live 啊，咁樣同大家唱下歌啊，交流一下啦。其實咧都叫做好有經驗嘅喎，咁好想問下你咧，有陣時你臨出場之前啊，又或者咧要同啲 fans 去交流嘅時候咧，有啲乜嘢嘅 tips 啊？你通常要準備啲咩嘅咧？其實都冇嘅喎，將自己想表達嘅嘢用最直白的心情去講出嚟咧。坦蕩蕩係咪？係啊，坦蕩蕩啲啦。我自己又中意。因為我不識轉彎抹角，我講嘢係啊，比較直啲，比較倔啲，所以我諗係如果中意聽真話嘅，就中意都會中意聽我嘅，係。大家中唔中意聽真話？同埋中唔中意聽坦蕩蕩嘅威王唱好歌啊？如果中意嘅話，今日咧又即係耳朵將要懷孕啊？點解咧？因為威王今日帶咗首回憶殺嘅歌嚟唱俾大家聽喎。咁啊，頭先。大家都聽到我哋帶咗好多隻關於比賽嘅歌啦，但係今日咧想帶一隻特別少少嘅俾大家。呢一隻歌可能係你哋認識劉威王嘅第一隻歌，送俾你哋不離不棄。請一張時間交俾劉威王，為大家帶嚟 TVB 劇集主題曲《情熱雙白線》，不離不棄。Thank you。着太平在天，晚风的起劲，一转开眼睛，我突然惊醒，此际气氛变静。看着近期顿了有野声中感应，原来几入声，望见爸爸的身影，得以反省。Sí, nada.
開眼睛，我突然驚醒，想到你的背影。多謝多謝多謝 ，thank you thank you，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。好，謝君哥。thank you thank you。好。